常常会看到啦，这有苦有难的国家，有许多的贫穷孩子啊，穷困孩子呢，挺着大大的肚子，他们不是胖，看他们呢，脸上的轮廓啦，太过于很苛，很立体，因为呢，大大的眼睛啊，深深的眼哦啊，整个脸呢都没有肌肉，看看他们的胸，胸都是白骨啊，那样的手，他的手，他的脚，这就是活在人间的孩子，生来人间呢，就是在那样穷困的国度里，啊，生来无奈呀，长大困难呐，有病难，无药可治疗啊，这就是在那一块土地，时间是现在，跟你我同这个时刻生在地球里，我们的生活都是呢很平顺，四大调和啊，人呐、啊，人心和和，互协，造福人间，这都是叫做福气啊。同样在这一颗地球上，所以各位菩萨，大家点点滴滴用心用爱付出，总是呢都是不断不断把它汇聚起来，那连连呐、啊、为天下苦难人，几年了啦，55年过去了，今年开始要说56年，在过程中期待了，还有在安尼一直连续落去，代代相传。我在楼上一群慈亲，我们的愿望呢，就是期待这一群年轻人，但是这一群年轻人呐、啊，有多少人能接触到慈济呢？那我就要很感恩，感恩教联会。30年前呐、啊，很蓬勃的教联会，我们每一年哦都有。教师的联谊，教师的联谊等等啊，总是呢，这都是啊过去。老师心啊，菩萨心啊，爱之深啊，而教之切啊。相信老师呢，我念出了这几句的词，老师应该印力呢就会起来，应该那个时候呢，大家朗朗上口，老师心啊，菩萨心啊，爱之深啊，教之切啊，现在净师已传到国外去，看到了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
他们呢、啊，在学校里啊，用近视语，老师们呢、啊，都是很用心，所以说来可以翻译，不要呢，把我说的方向不要偏差。我们这个方向啊，不能分毫之差，总是呢，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。道要从起步，起步了，方向要对准，步步向前，这一波。疫情，让我已经担心了，差不多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啊，很担心，难以言喻哦，没有灵方妙药哦，那唯一的灵方妙药，就是完整的大爱，要大爱的完整呐。如数看到了你马来西亚的孩子啊，在岁寒呐，他也服役签署哦，这都是呢很幼小的孩子听进去了，所以讲你讲法真困难，但是我看到了这一群孩子。我又有希望了，有希望，看他们已经素食了啦，而且呢向家里的人劝说，老爸老母非素不可，用阿公阿嬷劝说，他们在学校推素，所以呢看到有希望啊，所以呢不管大限多长，我还有希望，来世我要很用心，这一个意识要很明朗的，这一颗种子要培养它很饱满，让我呢这一个八世的意思带去了，会很快速回来。那慈师傅大概人捌你哦，您知道他已经过去了吗？您有感觉师傅真平静吗？我们呢都是景色我都让他们很平静，我跟慈师父我跟他说教委啊，自然法则哦，要一起的起啦，跟回来怎样灵魂脱体啦，那是一种呢，真轻渺飘渺的，很清安自在。要记得快速回来，找对地方，快速回来，成了因缘而去，轻无飘渺。所以我相信他。那是一种呢很飘渺的，那它应该已经呢这一颗种子它自己培养的很饱满，相信相信孩子抱在妈妈阿嬷的辛苦里，现在来看师父阿爷啊，我都会伸手蒙蒙也逃啊，心里呢就是在寻找
我的弟子啦，来在哪一家？他一定要有使命，从此开始，让他度家的人在人间呐，开始要铺路，要开道，要铺路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呢，有这一条路可走。菩萨道呢，紧接着还要开阔下去。生生世世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